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潘佑谦潘讲师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今仔会较忝，今仔上课上到真晚了，大家先问啦，有没有这个闽南语完全听不懂的，请举手，有没有？没哈，一点点。一点点听得懂，好，没有完全听不懂，好，那我就小可小参啦哈，小参参咧参咧讲啦哈，解读解读哈，这个课题就是要帮助咱大家对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前置来对哈，咱即卖受了69年、70年的这个教育的读书哈，为着改掉。因为咱的思想已经拢是错乱的啊，所以民政府若去讲讲，多数的人拢唔相信啦，拢讲恁咧骗人的啊，诈骗集团等等啊，我嘛真甲朋友讲，日本的朋友讲民政府的代志，差不多甲讲两三句话，伊就挡袂牢，伊无法度足认真，也是讲足专心来理解遮的，甚至我相信在座哪有人。开始，那有人朋友拄头啊咧甲你讲，你嘛拢听袂落啊，对不对？你也是朋友招来，拄咧甲你讲的时候，你嘛听无，迄是咧讲啥物话？实际上你若来坐伫遮，头头啊听，你就知影讲，台湾政府是一个政府，是因为战争法的关系，咱台湾人家己组立这个人民的政府，因为战争法的关系，所以才有这个民政府啦。吼，这是。这个是有脉络、有法源依据的了哈。那先来解读了哈。但先来解的思想的读啊。但民政府真的假的？真的？那朋友讲的拢假的，拢骗人的啊！你免哪解释？干哪安怎解释？怎么解释嘛？好、哦、啊。我今晚要教的是大概一种思想的一个思路的方式啦，一种思想的思维的一种方向啦，第一点是讲，一个诈骗集团哈，他广告一直不断的在刊登，他的办公室甚至开在那个警察局的对面，一个诈骗集团是竟然没有人竟然可以给他取缔，啊，你给卡那个什么165啊168哟，你要讲他，然后民政府诈骗集团啊给来抓。这边台湾民政府在这边运作了那么久，到至今我们去告美国，甚至那些记者会的影片出来，还是有人说他是诈骗。所以头壳人来台湾人的头壳其实已经混乱了，分不清是非啊！哦，来，这个是咱一开始呢去第一个，咱去隔壁国的这个暗河这个案件哈。伊叫啥顶奈啦，就是迄个搁置，咱头拄仔迄个江师傅讲的。啊，刚才即个搁置，一堆人开始连讲啊，台湾民政府假的，都已经输起啊啦。啊，直到呢，去年的9月，咱伫美国请的即个律师来伫桃园大饭店，啊，咱一寡捌英语的同心解问讲，顶奈是啥意思 ？What mean is deny? How is different deny and reject?有什么款无同款啊 ？Reject 就是迄个回绝啊，拒绝啊。啊 ，deny 伊讲是驳回啊。到底有什么无同款？哎、啊，这个律师伊很牛的讲 ，deny is not reject， 就是讲 deny 甲 reject 是无同款的啦。deny 的意思就是讲，即马这个案件伊无法度做一个最终的判断，是暂时一种搁置的状态，是一种资料不齐全、环境不成熟的。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最后的结案呐。啊，这是判决书，那老不要切，吼，那有要了解，你的迄个新台湾论爱买一个，因为咱规个论述拢伫内底。啊，这判决书吼，我出来的时阵，我嘛当作台湾民众要甲我骗啦。啊，所以呢，啊，不要一本册《台湾最终关系地位》吼，迄个批本册第三集内底有英文版的，啊，大概700多页的时候有这一章。我现的时阵，我若想讲，台湾民政府嘛要甲我骗，所以伊有内底有英文歌手，
哦，啊，就拍你拍几分出来，啊，印出来搞阿骗安尼，我假设是安尼啦，啊，我就找这个关键字，然后上网去找，真的在美国的网站可以找到这个 PDF 档哦，啊，对照起来都一样啊，也没有改到字啊，哦，什么政治炼狱啊，啊，政治炼狱就是家里这个判决书来的，啊，咱那想讲判决书，咱即卖是改提出五点，其实不是判决书吼，这种英文那种法院的这种判决书，它并不是那种条列式的陈列啦，一起叙述文啦，就是咱来的物件，那么可能登乐的拢改拢提出来是改遐一寡重点跟那种关系改提出来，讲有几点这样子啦，哈、哦，啊，咱有办公室啊，都侪人去美国嘛，有看到这办公室啊。啊，这是咱申请的这个基金会这个账号啊，哈、哦，啊就看这些报纸啊，看这些报纸当然嘛是无用做生意，无用做工课，等等嘛是讲无看到啊。咱去美国开酒会，去天皇皇宫埃及啊，现在要去天皇皇宫埃及啊，为什么？我们就是有关系嘛，啊，我去英国女皇那个埃及啊，特别去日本，我们就是有关系才能告美国，就是有关系才需要做这些动作啊。啊，亚这吉亚吉比也不是偶然的呢，这是两三百只一起进去的呢，不是那种偷偷夹在衣服里面拿进去的呢。哦，啊，为什么要去卫林？因为有关系啦，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你我的阿公阿嬷，或者是做工作嘛，那个时候战死啦，战死去啦，所以我们的祖先流血流汗失去生命，天皇把他们的那个灵位安放在这个神社里面，提供给后人做追悼追思。这是这个原因嘛？我们才要去哦，为灵，为什么灵？为我们的祖灵啊，我们的祖灵啊。啊，你呢？在一般的教育里面跟你教这个？不可能啦！中华民国的教育就是要积极消灭你的祖宗祖先的记忆，然后要把你改造成他们给你灌输的记忆啊。所以，我虽然就是这样啊。现在我认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学校的同学笑我国语都没有卷舌，所以我看到那种需要强调卷舌的，我就会故意在他面前卷舌，会卷舌之后就不会讲话了，我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告诉蒋经国过世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228事件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中国人，为什么228事件学校没教啊？学校现在想起来学校会教就奇怪了，一个杀你祖先的人，杀你家人的人，他还会把他杀你家人的历史写在课本里面教你哦？不可能啦，这是不可能的啦。所以那时候我就觉醒变成台湾人，开始有一种那种自尊心，这种优越感出现，直到我去台北罗斯福路上面哈，那个温州街里面有一个台湾的店嘛，哈，你有去伫台北，你赵总应该知影有一间台湾的店，伊拢卖足侪甲台湾文化有关的啦，哦，啊，结果我看了一本，我是不是平埔族 DIY？ 就是讲，咱原来咱过去我们平地都是平埔族啦。哦，来开始看啊，肩胛有分解，还是讲这手有一份的啊，等等安尼，我来去甲 DIY， 去这个弯刀生盘，啊，租厝伫迄个高雄、三拿、溪州，伫水边、深山拿来，安尼对，我还啊。哦，那个时候突然间从台湾人变成平埔族，还啊人，我讲这是一种骄傲。较早阮阿嬷拢咧骂人还啊，嘿。佮在人讲平埔番嘛，哦，啊，阮阿嬷咧美番美人番呐，啊，其实美番这个代志吼，是国民党来了有一段时间吼，开始伫教育上教我们骂番，啊，骂番这是一个时期，要把我们从
那个平埔族的身份抹去，然后隔离成我们是河洛人，我们是客人，我们的祖宗来源来自于广东、福建、中国这个地方啦、啊。那是有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那今天可以研讨哈、考究，这是有它的典故的。结果呢，无张持，三年前，我老爸啊，走来民政府，哦，等于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呢。我讲好啊，我来无啊，无我来听看卖，然后破解一下，看民政府这个诈骗集团哦，算是咧讲啥，我要来破解，来参加了，所以我互破解了。我对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到我是台湾人，一直到我是平埔番，来到民政府了，我煞变日本人。这就是过程啦、啊，哦，这就是觉醒的过程啦、啊，哦，你找到自己的原来的法理的身份啦、啊。啊，魏林记现在要来参加，因为咱的祖先的神主牌位伫遐啦。即若无有人讲，咱去参加这啊，拢骗人的，拢去观光的啦、啊。这神社靖国神社来对我们先人的那些神主牌位，所以我们才要去做这个追思追悼的用意啦。有名字，有名字，那有名字，哎，39,000多名的名字，哎，哎，哎，在里面。在北埔，被谁杀掉？就是日本时代战争死掉的。对，哦哦哦，战争死的。现在再有困难，嗯，哦哦哦，嗯，有哈，有追到了哈，哎，啊，他为哪一个国家牺牲的？对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啦，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啦，好，我们是一体的啦。网络有报啊，这种上大的报，那个报纸啊，拢有报啊，嘛是有人看无，讲啊，这要广告的啦，所以吼、哦，安怎讲一堆废话啦，唔相信吼、哦，搁再神徛伫你面头前，你嘛讲个假的啦。怀疑论可以使用，但是不可能无止境的怀疑啊。这个美国官员来咱国州的办公室演讲啊，嘛是有人怀疑啊。我开钱叫一个美国大咖来演讲的、啊，真的啦，这就是讲真正伊出现伫你面头前啊，你嘛是袂相信啦、啊。伊伫这个台北国际会议厅演讲的时阵，伊所有的英文的讲话遐论述吼，拢甲咱的新台湾人讲的完全吻合啊。他也是承认这些事情呢、啊，都跟我们讲的一样啊，啊，他都已经来讲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不相信的？我们就是要集中我们的力量，走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这条路线，让我们台湾正常化了。我们这一群人，台湾民政府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了。当然，执政以后的管理跟治理等等，那是我们现在在。筹措，然后是我们现在累积这些知识跟能量的了、哦。记者俱乐部，我们第二次控美案，这个美国这个 National、Press Club 这个国家记者俱乐部的官方网站就公告这个消息。那、啊、这个是我们第二次去看去搞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封面，三月。这个新闻很有趣啊！这一次的控美案哈，我看网络上的文章，大概没有人说这是假的，但也不敢大声报道。那我们国内的 Google 搜寻哈，你搜寻中文字“台湾民政府”哦，控这个，那当时那个三月份的那个时候，资料很少。可是你用英文的关键字去搜寻外国的搜寻引擎，哇，列出一大堆的网站。所以我们由此可知，我们内部哈，咱台湾内部这个网站的封锁哈，跟新闻的媒体的封锁是非常的严重哦，哦，非常严重哦。所以呢，人民只要处在一种无知、祥和、好好的工作、
缴税金生活看黄色小鸭哦，这样就好了。哦，你能不要觉醒，要不然我们上面哦这些执政者哦会毛毛的呢。哦，脚底会寒了，脚底会冷了。啊，这就是记者俱乐部现场的。啊，这去日本的。哦，这是去日本开会的。好，咱来讲咱的论述哈，日俗，咱的法理身份的根源。这个时间先靠记一下。咱台湾一开始去到日本有法律上诶法律上诶这个接触，就是因为日清战争呐、啊，日清甲午战争，在1895年，就是在明治的时期。那明治天皇呢，在这个时期，明治维新把日本这个国家吼、哦、整合成一个强大现代化的国家，就是明治维新开始的啦。所以所有的现代化都是在明治维新这个时候完成的，所以也变成了一个大帝国。啊，变成大帝国呢，整个亚洲唯一有科技可以制造战斗机的飞机的能力的，就只有日本。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哦，二战这个期间，那大正昭和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大正昭和刚好是台湾文明接触世界文明，整个生活水准，我们的卫生习惯，整个提升起来，就是这个时期，啊、哦，就是这个时期。我等下吼一寡相片，阿平让大家看。啊，战败就是在这个昭和时期，哦。昭和时期1945年，在这个时期条约的形态齁，那来看条约的形态啊，清二条约，大清帝国大皇帝，大二帝国大皇帝。条约的形态的是国家形态有很多种，一种是共和齁，共和制，那一种是那种皇帝也是说这个君主制。那君主制到君主制宪制，那个是不同的哦，哈，以前没有宪法的概念，那后来开始欧美的国家开始有那种法制化，所以国家要定一个根本法，然后来治理国家。以前是皇帝讲的话就是法律啦，好，就是这样啊。君主制的国家法人就是最高的那个国家代表者就是皇帝，啊，不就是国王。啊，不就是女王，啊，不就是这个、迄、那个什么呀？天皇，就是这种的。你看，哇，大君主、大皇帝，一定签约会有两造，两边的人啊，一定会有两边的人。那来看下关条约哈，有吧？大清帝国大皇帝，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伊未写大清帝国大皇帝康熙未安尼写，因为康熙若死去，啊，这个都无效伊。国家法人哦，国家法人就是那个国家的那个最高权威者啦。啊，所以即卖迄个美国的最高权威者就是美国总统。虽然各美国总统唔是各美国总统奥巴马迄个人啊，是咧各美国总统啊，好、哦，迄、那个法人啊。啊，你甲看，这条约形式内底两造嘛。啊，条约形式来对伊的，加五下，一授权给伊藤博文、陆奥忠光，大清这边授权给李鸿章、李金芳，所以他们两个的权力是被皇帝授权的，哦，授权呢。我请问大家，因去签约，诶，权力敢会使乌白签？敢会使？他的权力会不会说啊，不然我们把皇帝送给你好了？土地可不可以随便乱割？不可能，那个都是协商过的。他们的权力绝对是来自于上层皇帝的授权。那授权受到某一个程度，不可能授权受到把自己杀掉。哦，这权力从由上而下的来源呢、啊？啊，下官在家，你介绍在下官，他叫做次监官呐、啊。哦，啊，也训读叫次马官。哦，简称哦，马关，马关条约的马关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其实原名应该是
下关这样子啊。日本就是在这个时间点，1895年开始抵离咱台湾了。啊，抵迄个时阵，当然咱台湾人派官的是迄阵有抗争啊。啊，咱的抗争唔是一种抗日啊，咱唔是抗日，因为咱根本就唔知道什么是日啊。那那时阵有做侪作啊，啊，咱抗的是什么？资源争夺啦，资源争夺战啊。所以塞德克巴莱迄是因家己台家己人，啊，佮结合日本人，啊，佮拍对一作，还是拍对一争，哦，他有时候都是同族相残呐。哎，我们注意看这个时间点，啊，明治跟大正，钓鱼台是谁的？日本的。他这样只对一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讲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哈，问题跟答案哈，我们要有多元性、多层次性哦。那不是讲单一答案，一加一等于二，那较多元方向的理解啊。我大家讲这个物件哈，因为安尼你较看有新台湾人在写啥啦。因为都开始我在看，我真正是看无伊迄个到底是在写啥，后来看慢慢啊去融会贯通。中华民国八年。我们加1911、1912、1911、1912，大概1919年还是192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人海难，福建省有人海难，结果呢，漂泊到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就是钓鱼台啦。哎呦，好，咱的人救起来，啊，求给伊出一个感谢函。啊，那伊个，那是中华民国的。伊太得阁出感谢函，是不是？就是别人个啊，别人解救伊，毋才出一个感谢函。啊，这个时间点，钓鱼台得已经拢毋是中国个啊。啊，这个时间点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也没有签约，也没有割地，没有赔款，啊，怎么会钓鱼台会是中国的？至少从这次看起来，整个钓鱼台都不是中华民国的啦。啊，中华民国在1946年。啊，1945年、1946年那个时间，1945年的10月1号，哦，他们反正到1949年啊，1949年，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哦，啊，取代因为官方说法的是讲，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继承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他的说法是，他完全继承大清帝国。现在问题来了。你继承大清帝国的领土，那他的条约要不要继承？要嘛，我继承爸爸的财产啊，他的负债要不要继承？同时的嘛，所以不讲哦，我继承了啊，好康的拢我包，啊歹康的我拢废除，所以黑龙江骗的啦。啊，继承过来，中华民国在这个时间没有钓鱼台，那中华民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之后还就会产生钓鱼台哦。嘛无啦，吼嘛无啦，啊，所以伫这个时间点，哦，对啊，中华民国八年嘛，1911加了1919啊，到底这个时间点，大正期间，天皇的所有的土地的财产拢伊的啦，全部的财产拢伊的啦，是安怎？我问大家，你买厝爱纳税金无？哎嘛，买车要纳税金无？买车要纳什么税？啊，刚好这汽车税，无嘛？汽车本身是你的财产，你不用为了这个汽车缴税，但是你要上路的时候你要缴牌照税，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管理你使用这台车的嘛，所以你只要还在付，你还在付税缴税，就表示那个东西的财产不属于你的哦。能够理解吗？你只是有永远，你只有那个使用权而已哦。真正的财产所属都是最高权位者的，因为天皇不用缴税啊。天皇缴税要缴给谁？因为他是国家法人啊，哦，他不用缴税啊。这个是二战期间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整个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范围，有一些是殖民地。浅绿色的是殖民地，深绿色的是那个什么，就是国土领土。啊，这边我们台湾跟韩国稍微介于深绿色跟浅绿色。
这个不一样 的那个领土的界定。所以你要看哦，钓鱼台那个时候属于宜兰厅管的，宜兰厅属于台北州管的，台湾台北州管，台湾台北州属于台湾总督府管的，台湾总督府就是属于天皇的了。这样子层次的理解才能知道说哦，钓鱼台是属于谁的。当我们说日本的时候，其实那个日本那两个字并不完全指涉精密的知道是哪一个对象，哦，是这样哦。来来看啊，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要喝底黄金，那底嘞台湾的那个黄金时代啊，大战时期跟昭和时期，有吧？我请问大家哈，我如果快饿死了，瘦到皮包骨，我会跟人家打架吗？无烂嘛，无可能嘛，你连出拳头的烂都无啊嘛。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与世界大战？我们的实力雄厚了，咱阿公阿嬷做工作嘛，那个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我有大家看。祖国的证明文件哈，较早护照敢有相片？无吼，你也看大清，你也看哦。从护照这个文件上面，你就可以知道国力的不同。伊叫虾姐陈无事啦，阿公伊要返乡祭祖啊。其实这陈无事的是咱本土台湾人，啊，伊嫁去中国。啊！伊变作落籍落伫中国，伊倒转来的时阵，大清帝国有甲伊分一个护照，护照予伊，啊！伊就因为要祭祖，所转来。你也看，伊只有写，伊搭爹利斯的英国的爹利斯号的船到日本国台湾的安平。这张的证明讲，咱就是日本国啊啦，这叫做证明文件。这个做我算的哦，你注意甲看，无相片。啊！但是你海关要出去，你要哪辨识？我知影你出去的什么人，去拜什么人，所以伊就会注明身材中等。啊，身材中等，我都唔知影到底是偌中等，因为你文件看袂出来嘛。我也知影到底是五十公斤以上的叫中等，还是九十公斤以下的？哦，像我的过胖，可能才得写大圈、大块啦。哦，啊，伊才给我写面色白，我给我看过面色紫的哦。紫的面色紫，我就想讲紫，唔知是可能胎记啦，哦，可能有人有咧生胎记，所以靠面色紫，哦，啊，加个等等，住在哪里，哦，目色更明，哦，这个是他的辨识哦，就是那个移民官他在辨识这个人的东西啦，哈，哦，这是代签的护照哦。那来看国民政府的护照，到国民政府就是中华民国的时代，国民政府护照，伊才有写。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七星郡，啊，咱就是日本国啊！这文件拢载载证明咱是日本国啊！你敢看到相片？无吧？咱有相片哦。咱阿公阿嬷迄时阵是有相片哦。相机在1833年、1888年的时候有，1888年的时候有一个彩色的照片了，产生出来了。在1833年、3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产生那个相机啊，相机创造出来了。所以如果有一张照片跟你说它是1717多少年，那是骗人的。哦，那用那个时间推算了，哦，啊。所以那那时阵，咱今嘛这个就是讲这个日本的这个祖国，大日本帝国，就是已经有这个照片技术啊。用这一张打起来，拢唔免去看讲，啊，你是咪大块面色白黑青，拢唔免，咱就看相片了。所以这个是文明的比对啊，就进步嘛。你的国家进步，唔叫这种物件。啊，这是印刷。你看这滚边，这就是印刷。哦，刻印啊，唔免讲啊，刻印啊，大家拢会晓刻啊，印刷的。啊，这手写的，当然那时阵无拍，没有。没有那个印表机嘛，哈，啊，这嘛手写呀，这嘛手写呀，你看整个格式差多，质感、艺术感、美感，哦，一直到二次大战的时阵，天皇落这个诏书，要结束进程落这个诏书，
就是这份诏书。台湾民政府的立基点就是这份诏书。如果今天没有这份诏书，台湾民政府不会存在，我们就没有日属的那种论述了。好，那因为这份诏书导致呢，天皇下的诏书的诏书，予咱会使，将来咱这些住民啊，台湾的住民，会使参加这帝国议会议员，落诏书了就算的，敢是？不是哦，落诏书了要有实施办法哦。啊，什么叫做实施办法？天皇诏书准台湾主民参政，借着宪法实施啦。啊，因为君主制宪吼，君主制宪的国家，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啦。那你时阵就是因为诏书的关系，地书到咱台湾这个土地的这个实现行宪啦，吼行宪行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有无？帝国的宪法、帝国议会等等、贵族院等等，加安怎选举什么会的？就是这种啊，所以咱四月一号就是咱的行宪纪念日啦，正港本土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不是伊咱错接的那些12月25号那种行宪纪念日，那是因岛的行宪纪念日，和咱无关系啦。哦，国际间的证明，这个时阵呢，华盛顿呢有一个迄个军事的这个条约，迄个时阵吼，这几国。最看这几国，意法日美英，后来的联合国就是英美法啊个中俄这五国哦，因这这个常任理事国。啊，这个时阵想要讲这個，因为战争法吼，就是国际战争的规矩啦。战争进程爱先宣战呐、啊，爱什么经过议会同意啊，达到宣战的。然后要宣布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要打，那有什么最后通牒等等，这些这就是战争法啊。喊这些是啥？拳击赛是不是有分等级？重量级、重量级、哦、轻量级、羽量级、银量级啊？敢会当吼羽量级跟重量级相拍，拍就死啊！所以咱大家讲好啊，卖这个熊大吼，航空母舰慢这个熊大熊喊，哎，那战争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但是哦，不要造成哦，你也在军备竞技赛，我也在军备竞技赛这样子。华盛顿军备限制会议这个物件，这个时阵伊就承认哦，不是咱的教书讲哦好，这块台湾土地我的啊，不是安尼，是国际嘛有承认，这个时阵。有承认日本 Formosa and Pescadores， Pescadores 就是朋友啦，就是福尔摩沙跟 Pescado 是属于日本的领土。这时阵国际都有承认啊，哦，我今仔个要讲一个，其实咱不是台湾人啦，台湾人这个台湾的名词是中国国民党来吼创造出来啊，创造出来讲哦，咱叫做台湾人啦。啊，所以呢，迄可能过去帮他想会到啦。咱过去拢叫做福尔摩沙啦。我讲一个啊，英文呢，亚洲叫做 Asia， 对不对？哎，亚洲人叫做啥 ？Asian， 加一个 N 嘛。哦，那欧洲叫做 Europa， 那欧洲人就 European， Canada。Canadian， 拢加一个 N， 所以咱的 Formosa，Formosan， 这种语词哦，你可能辨别出我们是哪一块地理的人民了、啊，哦，后来因为了教书，所以呢 ，incorporated territory， 这印象个开掉哈 ，corporated 的是法人的组织的啦。啊 ，incorporated 就是合并纳入，合并纳入领土啦，因为下了诏书，行了宪，把这一块原本是殖民地的土地，合并成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啦，就是这个原因啦，啊，这个原因变成已合并，这个名词现在拼起来就是已合并领土。那有可以办新闻节目有无？
举手的，我看卖看卖偌济人办。哦好，下来下来，你去办的时阵看看了这张嘛，对不对？你还未知影民政府讲爱去办身份证的时阵，你敢未去找这张出来？没啊，啊就是因为有这一张呢，证明了日本那时候管理台湾的人民是用制度的，是用法律的，是有这些文件的记录啊。啊，这个里面有很有趣的东的现象，很有趣的资讯哈。你也看，叫一下种族符，什么叫做符？符是啥物会？有人讲福建，啊，其实不是福建，因为日本的人类学家来咱家研究哈，伊发现咱家哈有高沙族，有平埔族，可是平埔族里面呢有两种。一种，他会讲所谓的福，他把它归类，何乐为龙给归类为福，讲龙和福州话，就是福建话这种人群。那另外一种，哎，叫不下出来。另外一种叫做广，就是讲客为这种人，这种族群，但是呢，伊唔是去讲和这族群。一个合作语群呐、啊，讲这种话的一群人呐、啊，不是讲这种话的一族人呐、啊，不赶快哦，哦啊，广跟福，啊，现在咱来看叫色，什么叫色？色就是喜欢呐、啊，喜欢呐、啊，不是主色去啊，啊、哦，是较熟悉啦，较近关系较近，啊，是安怎会色？因为话会通。色就是啥物货？你平埔番会晓讲河洛话，伊家己的族语平埔话，也阁会记哩，会晓讲的，即种个叫做喜欢。啊，你若袂晓讲的，你就变富啊，无就变广啊，就变这两种。你是平埔番，但是你已经袂晓讲啊。哦，啊，啥物叫天？这个是天是啥物货？叫啥？种豆，这些天花的迄种疫苗。好、哦，天花疫苗。你注意看哦，这种族有千哦，未清兵诶，唔是，大清来诶，伊伫只落籍啊。好、哦，所以他是满洲人、大清人。好、哦，清不是汉人哦，清是大清是满洲人哦。好、哦，啊，只讲旗人哦，叫汉有无？中国来的汉人呐、啊，嘛是中国来的啦，哦，这么色，所以呢，法理的台湾人是在指你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你的祖先，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你家己本身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你的祖先有日本国籍，伊的后代咱，这叫做法理台湾人。所以呢，你来看汉、清啊，这也是中国人啊。我们又没有排他，我们并没有排斥所谓的中国人外来的啊。只要在这个时间点以前有这个户籍成本，我们就证明了。现在问题来啊，我的阿公是，可是我的阿妈不是，怎么办？对不对？那我这些亲人拢是安尼套难掉的嘛，哦，拢安尼套难掉的，这个不是问题啦。你认同我们台湾要住在台湾，你要规划为台湾本土台湾人，那你就去申请。无论你是哪一国的，我上次也有看到越南来申请的，他是越南嫁来我们这边的媳妇，啊，他也来申请那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啊。所以这个是办有一点点像是办理一个所谓的居留权的那个身份证明的。如果你不办，那你都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那你就是视为外国人了，就视为外国人了。那、啊、外国人就有外国人的办理办法，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到这边呢、啊，有些人哦，我一些朋友他说，啊，我外省的第三代啊，我说奇怪，外省应该一代尔呢，无到三代呢。啊，你讲三代什么意思？讲啊，阮阿公，啊，阮爸爸。哦，你爸爸伫倒出世？台北。你伫倒出世？高雄。
啊，你用底下出事啊，你个功力外线哎，你根本打从心里，你的意识，你就是不喜欢待在这里，甚至你觉得这里不是你的家园了嘛，你就已经不认同这里了啊，所以你唔该功力外线，阿妈唔谈功外线哦，千万唔谈功外线，你功外线哦，那变成咱本性嘛，对不对？啊，你几姓？我几姓？啊，咱顶头都一个国家，什么国？中国啦。你若讲外省的时阵，就承认讲，咱拢是中国人啦，咱拢是中国啦。较有你一姓，我一姓，吼、哦，你广东，我广西，啊，你台湾，安尼啊，较会安尼分啊。来，咱来看祖国的建设啊。这个时间，你看大政有无？大政昭和都是黄金时期。解缠足，什么叫解缠足？因为咱受着大清满化200多年的洗脑教育，我们都变成满人的啦。所以说客家蓝衫，有无？客家人的那个传统衣服，其实那个就是旗袍的一种那个的变形呐、啊。哦，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客家什么族群，那个就是满洲的那种的服装就对了啦。啊，解缠足就是那时候我们有绑小脚啊。我查某做这边哦。阿嬤我阿嬤这边的查某做，但那个时候绑小脚，啊，小脚绑起来了，穿的鞋子真的就是那么大。啊，你也想呢？你即马你个脚个闭落，你个个脚拗起来，啊，个穿落这种鞋啊，那是看起来偌恐怖的呢。哦，差不多像我去万峦食迄款的安尼。咱过去的建设，这个是欧式建筑啊，对不对？这个欧式建筑，那时候日本来盖的建筑啊，日本最强大的时期的，用派留学生去欧美去学一种上新、上盖碎的建筑的那个技术，吼啊，加一种设计感，啊，来台湾这个新的土地开始建设了。神社，这支已经要拆开了嘛，吼，台中呢，哦，林佳龙讲要甲伊扶起来，本来倒落嘛，倒落啊，即摆要甲扶起来。这种神社啊，这过去的建筑啊，就卖要搁低了呀。过去圆环就有这种东西啊，有没有？只是蒋介石来，全部都锯掉，然后换上自己的。这种叫做阿爸啦，啊、哦、啊！现在哦，还有啊，还有特区嘞，在桃园有他的特区，蒋介石铜像特区。哦、大溪哈、哦，哎呀、啊，对呀、啊，你看大正15年，哇，我们的阿公阿妈时代就有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呢，我们有办博览会，你敢知？唔知吧？阿公阿妈时代他们就有这种东西了呢。那我们知道有博览会也是近代哈、哦，哦，我们去台湾馆在什么北京哦那边还是上海那边世界博览会去参展，然后再把它移回来。我们才有这种所谓的国际视听，我们阿公阿嬤那个时候就有这种东西了，这是他的时候设计海报文宣了，有吧？这做现代的诶种迄个建筑物呢，现在起来今嘛嘛各种做新的呢。好，你看这种旗子有没有？新竹艺，加赞啦，哦，较早咱咧讲前亚后亚。就是咧讲迄个亚，就是咧讲自己亚，车头吼，这、哦、现代啊，就有水无？我跟你讲吼、哦，中国国民党来吼、哦，只要是属于日本的，通常都会拆掉。啊，为什么这没有拆掉？因为它不像日本，它比较像欧美，所以你看一些。现在的官户哈，那边立法院呐、啊，现在五院，他们那些房子大概都是欧美式的比较多，但是那是日本人那时候建立的，哦，啊那日本式的就是柴，啊，屋厝啊呢，啊柴，啊通常迄种啊，拢会烧掉，啊不得莫名的自焚，特别是车站，哦，你看咱较早的印钱有无？台湾银行券。较早的钱，较早就足水啊！较早有乐透，你知无？
阿公阿嬷的时代就咧生乐透啊。你想讲恁的阿祖迄个时阵，哦，甲咱的祖妈讲，啊，阮出来要一下乐透诶，哦，哦，唔是乐透，诶，对啦，这个是彩券呐，哦，彩票啊，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彩票局诶，迄个时阵的有啊呢，所以大乐透不是新鲜事呢，啊，叫。明治39年，上面回，祖国的情感记忆。下面有的影片哦，把图片会唤起大家祖国情感的记忆哦。1988年，哦，托拉尼诺托托罗，龙猫有看过牙手？哦呵，有人没看过哦，没看过也是可以唤起你的记忆哦，来。这只就是龙猫啦，吼！重点不是这啦，来，这人穿什么衫？和服哈，和服你有穿过无？无哈，有人有穿过，有无？有啊，有穿过个手，有穿过，好呵。我冇穿过，你有相信无？唔是啦。我请，这就是我、啊，这是我小时候，我是来民间物料，登一边相扑，哎、欸，我头这张啊，可以来这材料，啊、哦，这我小时候，那你有没有看到这张？你们没有唤起你的记忆？你有穿过了，请举手。你看变多了、啊，有没有？为什么你们小时候会穿这种衣服？阿公阿嬷帮我们穿的啦，啊，为什么阿公阿嬷会帮我们穿？因为他受了教育，他受了文化的熏陶的习惯，啊，就是这种嘛。这张在对翕的，敢知？这张就是伫即马高雄澄清路路边。啊，我会记这是冬天的，阿哥，高雄是没有冬天的呢。啊、哦，有啦。冬天就那几天，寒流那几天啊，哦，啊，无迄种乌藤厝边还要搁咧卖，对不对？这个是啥物货？新威啊，有用过无？啊、哦，有用过无？所以，拄顶礼拜拄过肉粽节有无？等用这种有无纱帐啊？有无？较早灶台是不是呢？对嘛？好、哦。那是現在，但是沒不對，但是這以前古早就是用繩子踏的，對啊，有看過這種嗎？有齁，這現在苗栗山頂喔，山頂整齊喔，這腳是啥？這腳菜刀啊喔，以前有菜刀啊，以前有冰箱无多，但是拢会放碗、配搭、放菜，拢存菜拢会放菜刀啊。哈、哦，我即马是咧讲卡通呢。哎呦，唤起你的记忆有无？有哈、哦，就是这嘛，对不对？最卡是啥？烫手，哈、哦，烫手有两种啊。唔过我唔要分做一种。这种是一种，咱讲有所谓的五斗柜一款的烫手，啊，另外一种是咧门拍开，这种门拍开，那个小叮当有无？小叮当伊就困烫手的啦，嘿，有无？较早看那咧做无？当的哦，有无？那时候的工艺非常精密，很漂亮，对不对？还有嘛哈？哎，留落来，恁到底是啥物茶？哦 ，Hinoki 的就是最好的。啊，我的 Snoki 上啊，哈、哦！你有挂过网头无？有挂过牙签啊？看麦，你看，日本人嘛，对不对？你们以前是不是睡这种床？对不对？啊，就是挂这个网头嘛。干有啥物电网啊、拍电捕蚊灯、网啊香？无啦，迄拢是后来才有的啊。较早这个就可以解决
哦，我假的问题了，那拢困这嘛，对不对？拢安尼困的嘛，好、哦，较早就是厝皮嘛，透早起来，你的皮收收自己的，放在烫水内底嘛，好、哦。对啊，当然你咱领导人无搞的，无嘛。啊，伊说是因为茶，所以在出这皮啊。啊，像我阿妈伊就困榻榻米的面啊，榻榻米的看那的面啊。倒退路看过无？好、哦，有没有？这只是我们的记忆啊。这种车有看过无？组合这种三轮车，哦，整开拢用的对不对？有无？较早搬厝啊，啊，拢安尼北有无？来，这个人有看过无？车匠吼，伊咧创啥货？伊咧做啥物代志？为什么要检票？检票只是检查说你有没有票啦。其实它重点是在于吼，装卡吼无大车站专人伫遐咧卖票啦。所以呢，你若去，你要讲你要坐到倒位，伊会看一张表，你坐到倒位偌济钱，甲你拍一张票啦，对不对？吼、哦，伊的用意是安尼嘛。啊，即卖呢？即卖变做啥？即卖变做迄台有无？迄台比一个安尼嘛，就是迄台啦。即、這个人变做迄台安尼啦。啊，咱即卖要卡安尼啦，现代化嘛，现代化嘛。这台车是什么车？我唔当讲孔明车，孔明车是中国毒素都中了伤深，吼、哦。卡达车、组装车、铁马，吼、哦，拢会使，吼、哦。有坐过无？有吼、哦。就是这种的，对不对？还有电费有无？还有车牌呢？连卡达车都要管理啊！你知影这个国家偌文明、偌法治啊？无，哎，是安怎？哦对，卡扎无电话未，暗时未使骑，哎，无阿姨讲伊无电话啦，唔是讲，嘿啦。所以我顶礼拜吼，我问阮阿嬷，伊88岁，伊讲较早日本时代的时阵吼，即落卡达车呢，袂使载人，袂使伊干那样一个人骑，啊袂使载人。我讲安尼啊，搞警察抓着，伊讲横横看你都爱跳大用看的啊，吼袂使载人。啊，伊讲迄个时阵呢，日本时代咱的路拢是左边去右边回，左开的啦，啊现在刚好颠倒，就右开。所以呢，都阿因来的时阵吼，1945年来的时阵，大家这习惯都要改的时阵吼，都变成惊正变嘛。啊，因为有的人改袂改，佮惊都变逆向嘛。啊，伊讲暗时啊，得狠狠看到有人，你得爱讲，徛正变，徛正变哦，徛正变，伊得爱人提醒。迄个时阵，都阿咧换的时阵，就是变安尼。唔是啦，这是找到的资料啦。阮兜的唔知互啥物人砍去啊。伊个车牌足细块，有当时也会夹伫后壁，后来夹伫头前。嘿，即台我唔知呢。嗯，好。较早卡车是咪拢安尼徛？有无？你是安尼学卡拉车个？笑一下我看麦。你也看日本人嘛？你即个日本人啊？因为你较早无囡仔车，啊，你无教官，你着卡软轨搭嘞搭嘞，对不对？啊，你较巧，我较早吼，我较早拢跳落用卡动，啊、哦，较早就是安尼啊，安尼有唤起你祖国的记忆无？咱根本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啦，只是咱69年来、70年来，咱一直吼这个中国国民党、中国的教育一直洗脑洗到咱即马，拢变中国人去啊。这是上个严重的问题啊！台湾人今天去卖菜就讲啊，我赚钱就好，我食会饱就好啊，我顾家己就好啊。啊，若大家拢自私顾家己，安尼这个社会就袂好啊。
较早一群人咧冲咧拼咧流血，啊要冲一个废除宪法一百条，啊咧一言讨，要讨迄个言论自由，迄敢是所有台湾人拼出来？唔是哦，迄是少数的台湾人哦，去冲出来，去流血，去用关哦。咱多数的人咧享受，即个少数人拼出来的成果哦。今仔日咱台湾民众嘛是少数啊，每一个时代咧交换、咧交替的时候，总是要有一群人出来啊，要迎接大时代啊。你甲我今仔日现在会活伫遮做台湾人，咱今仔时咱会出世伫遮投胎伫即个土地，正做台湾人，敢毋是爱为着要甲即个世代？这个社会做一个好的改变吗？是不是？美战的根据就是《和平条约》23条啦。在楼下，在楼下，叫 USA 哦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这个主要占领权的，就是美国啦。这第二十三条，这汉文的日语的 America 写在这里，美战的单位就是这个 USMG， 美战的单位的根据，这就是美战单位有效处理国民财产的处分，美国军事政府家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就是在这里、哦、在这里美战的相关文件，这伊叫下吼，都要讲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讲合并领土嘛。啊，那加一个 on 就是未合并领土，就是讲伫军事政府所管辖的未合并领土，伊内底都讨论着台湾。哦，伊就讨论台湾，就是讲美国所有美国有分。迄、那个合并的领土，甲未合并的领土，啊，那属于未合并的领土、未合并的领土，都是属于军事政府所管辖之下的啦。李登辉嘛有讲啊，伊伫新闻有讲啊，但是这个新闻拢未报足久，吼、哦，这种新闻拢未报足，甲台湾人性命、生死有关系、有重要关系，新闻拢未报足久，报一两摆就无去啊，就是这個。李登辉讲的，但是呢，那咧明星呢，跳楼的啦，外遇的啦，自杀的啦，哦，来报一个月，有无？啊，那油的报三个月，啊，什么物件报半冬，跟咱台湾无关系，一克法跟台湾有关系无？我有大家看一克法的文件。来，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叫做 ECFA， 哦，也是什么 economy， 什么 friend， 什么会了哈、哦？啊，你个加个搜寻，这是你去伊网站改下载的档案了、哦。你个搜寻台湾两个字，找不台湾呢？来，我们看这个的最下面，他都要条约的形式，会记得没？一定要有两兆的人签名哦。埃克法里面谁在签的？他不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的哦，也不是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的哦，不是哦，是两个基金会跟海协会去签的哦。这跟台湾一点啊关系都无啦，但是就一群学生呢，走去抗议，走去占领立法院，讲迄跟台湾有关系。这个协议签是啥物人去签？就是因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跟因这个海峡交流基金会两个民间组织去签的啦。虽然即摆看到这政府已经不是政府啊，已经不是政府啊。他还有另外一个档案吗？是那个服贸的，是不是？
PDF 的有吗？这个是福茂的哈。好，那个也是给他搜寻台湾。啊嘛，找无啊，有无？你反福茂有无？一阵人要反福茂，反福茂抗议哦，迄个拢感情色的，往扯动去，啊个去抗议，啊去弄去冲，因了都精彩的，老会老都多，哦，知名度都广，你得变得一个有政治光环的人。好 ，OK， 那我们看最下方，谁签的？两间公司签的啦，两个单位、组织单位签的，它不是政府啦，它不是政府啦。但是今天我们看起来像政府的人的这个单位已经不是政府了，但是它还是在统治着我们呢。所以今天解读解读是要帮助大家从这个体制里面跳离出来。那他都在讲的政治炼狱，政治炼狱的是讲，那侬一直直接推这来对，啊，咱讲咱是台湾人，但是咱所做的行为拢是咧。来反对这个组织这个结构，啊人因是中国人，因就感觉你足奇怪。阮中国人要倒转去中国啊，要团圆啊，啊他领导人有阮的后脚讲啊，卖倒去啊，唔通签呐，迄是足奇怪啊。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绝对安全的。为什么美国第七舰队没事要来保护台湾？为虾米？伊他也没保护北京呢、啊，就是有关系啦，咱就是有关系，哈、哦，了了一点呢。中国伊拢知影美战哦，中国人拢知影台湾一个美军占领哦，才有文件证明哦，这是1958年的时阵，中国有一个声明讲，台澎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伊不讲台澎金马地区哦，伊讲台澎地区哦，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当然后边有讲废话啦，讲这是侵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领土完整主权非法行为，这我打多少光了嘛？继承关系，如果你没有的东西，你不会继承到了，你没有就是没有了。美战的很凶，飞机下来了，大家有看到吗？有些人都没有注意到，本土台湾人没去注意这种新闻呐、啊。但是你上起来可了哦，你爱看新闻，来军事的啦、美国的啦、国际的啦，这种有关的新闻，你得爱把酒来提哦，可以注意看伊在创啥货，有无？战斗机啊，你注意看哦，这种相片哦，弄一个机啊，有无？伊弄一个机啊，啊，你注意看这個新闻，这新闻足奇怪啊！我头拄仔讲解读解读吼，还是要解读？你来看这种新闻，你来知影边啊解读解读这个新闻。来，这個、新闻刚才能证明一件：美国军机可以落到台湾这个土地上，其他的就是烟幕弹，好、哦，其他就是烟幕弹。但是被这上面来几没和黎明知呀？因为这种新闻它是不能一直给他追下去，追一个月、追半年不可以，那追下去就事情的瘪坑啊。所以这种新闻就是你知道美国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的军机随时都可以下来。来，你注意看，美军机抵台救病患，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哦，足奇怪无？一个美国籍的人在这要早产，打电话给 AIT， 为附近的航空母舰。飞一台无人机遐尼大只来，载一个人去日本，要生囡仔看医生，啊，台湾的病是拢得了的，是不是？台湾的妇产科拢关起来哦，要生一个囡仔，搁爱坐无人机坐到日本，所以后边这种叫做烟幕弹啦。啊，美军机抵台，这是真的啦，这非常夸张到不合理了，哪有一个？一个人他要生孩子，然后开一个军机过来载他去日本生，或者是去就医的，好、哦，这个降落台南基地 ，AIT 降落台南基地，谢谢台湾协助。哎、欸，足奇怪，美国军机来降落台南，
啊，叫 AIT 拢爱出来讲话。逐摆呐，美国说啥物动作，拢是 AIT 出来讲话，大家无感觉介奇怪 ？AIT 就是美国伫台湾的代表啦，发声的出口啦，有吧？又出现了，有没有？军机，这个正面旗，军机正面旗，你注意看这种新闻都会。有美国的飞机，然后有正面旗，都会拍在一起的，都是这样。那证明什么？他要跟大家表达说，美国是占领这块土地的，但是现在呢，是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啊、哦，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在管台湾的了。啊，中国的网友拢讲迫降是表面说辞，伊都爱拢爱讲一个理由嘛。哇、哦，迫降啊！啊，那个机组人员不舒服啦，拢会使，什么理由你拢甲想会出来？伊就我都可落来啦，哦，这是内部人员释放出的照片了。我们看一下影片九，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嗯。哦，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承包了。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的，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啊、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军作战中心在干嘛？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嗯，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嗯，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嗯，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嗯，这新闻一般台湾人来讲哈。食面配烧酒，啊开讲，哇、哦，足含的哦，那一个新闻啊就了啊，你根本就无去明白去理解后壁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叫做闲话家常的那种方式去理解这种国际时事啊。这新闻刚刚讲啥物事？美国会当得来台湾，军机会当得来台湾，伊唔免去上报到国防部。美国军机来台湾，甚至我他都有讲嘛。为什么都是 AIT 在讲话？美国军机来进去，美国 AIT 在跟他所谓的治理当局的国防部长稍微打一声招呼说，说啊，我们带走了。啊，台龙底总统所谓他们的总统大选前后在做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他下来清泉岗，啊，又可以开外资的车，然后又到台南机场？啊，他都要空 F-18停在台南机场，啊，表示这两个机场是美军控制啊。那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飞机可以随便说他要下来就下来哦，不可能吧？一定要台联络嘛，啊不，他等下电管有几只高啊，几只拖拉库上面会没弄掉，对不对？一定有内部人员的、啊。啊，这种新闻那不是直接看到美军，而是从侧面
的方式去看到美军了。我们看到影子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实体嘛。那所以呢，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咱咧看的时阵，咱就要去了解讲到底，把这块 T 要开，咱这块台湾人爱撑起来，看这种新闻，咱咧在讲到底有什么讯息在透露了。哎，公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说出来啊？没有人知道的意思叫标喜，连他也不知道呢。所以一定有一些管道慢慢把这些讯息透露出来了。当然哈，七十年了，那迄个教育了，思想都错乱了。七十年安尼算，1945年到2015，咱错乱去啊！咱今麦要恢复，咱今麦精神起来，咱今麦要恢复，让咱的头壳清醒，让咱真正踏进国际社会了啊！这个时候，独教化教育开始的，是我们日本向盟军投降，那盟军派中国军接这个受降令，不是。日本向中国投降，这不一样哦，哦，因为他们是团队赛嘛，盟军啊，叫盟军啊，刻意的消灭历史记忆。你也看，这番代志个老文件吼，咱查会到。你也看，脚下台湾省政府建设厅带电，一脚下。查本省商用台秤多数是日据时代，不是日据时代啊，是日治时代啊。据的是偷窃、窃据嘛，还是说占领、占据？那日本拥有台湾是因为条约是有签约的哦，啊，所以你用公款东西站不住脚的。制造秤盖上铸刻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的字样。你注意看，以及古的要求啊，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日据时期的遗迹，如桥梁上之昭和某年制造，均已改为中华民国某年制造。你也知影哦，衬腿是不是做精密的物件？一斤偌济就是偌济，啊，你若甲抹掉，啊，就减去啊嘛，就减去啊，头金减两就是安尼。你再看。这个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呢。民国前13年，民国前个逮签呢，他有民国前，中华民国在哪里都还没出生呢，都还能写民国前啊，所以就没见效嘛，对不对？没更小啊，这样12年，12年你得位一顶刀呢，啊，搞人家的物件拢改做这。这嘛是，咱先看一下吼，平城的头前是昭和，所以没有平城前。昭和的头前是大正，没有昭和前。大正头前是明治，没有大正前。啊，民国前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啦，民国前。咱公元纪年的记号就是讲吼，用耶稣出生，诶，你迄世界公定的讲，公元一年那一年就是耶稣出生，啊，以那一年做基础，然后往后算就是公元几年了，西元几年啊？之前吼 ，A D B C 嘛，之前就是西元几年，公元前几年了呢？啊，那在这所谓的年代记忆记录的对啊，啊，伊讲民国啊，可以在中这西元，所以我们叫民国前的概念，啊，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啊。他说：“这个5000年的中国历史，哦，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啊！你们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你们的祖先都来自于中国，所以我们要承认5000年的历史。好，这套说辞我承认，但是他们自己都不承认了啊！因为他刚刚有讲了嘛，那前面是昭和，昭和前面是大正，大正前面是明治啊，他应该往上承认啊，怎么会变成民国前呢？他应该往上承认，最后一个应该是溥仪嘛，哈。”溥仪皇帝啊，那应该往上承认啊，几公，一类大清什么，到最后这边是康熙，然后一直往上承认啊，结果他们不是呢，因为民国前呢、啊，啊，所以签掉了民国前250年，啊，皇帝的民国前4600年，啊，那叫这个民国前供起来，这得给我们的民国前64亿年创造出来的，所以那是几种做荒谬的事情呢、啊，他们自己都不承认的历史，过去的这些的这些东西，然后。感恩片，啊用这个方法来做感恩洗脑，
认知错乱。我们看影片一。你把咪咪个公司吧？你把咪公司吗？不啦，我正经啦。啊，你公司你检查什么？赶紧查动。日本啊，日本眼睛咋做？哎呀，在日本店的，阮都拢在美容风格的，就是就你哥喂。哦，你是怎样跟你讲的？你讲你知？哎，真的是心中一条那进招美容风格啊，那但是那中间那拢蛮真。阿尚，你以前在台南？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眼睛咋戴的？对啊，美红红的。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那边等下，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好，阿伯讲对唔对？咁对？唔对，你倒位？错在哪里？他讲错在哪里？哎，然后呢？日本炸台湾，这个地方错误吗？你看哦。他四岁啊，经过七十年，所以今年七十四岁。他四岁，他是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嘞。他知道有空袭这件事情，但他不知道谁打谁了。他已经被洗脑过了啦。啊，你有读日本册？七十四岁无读到日本册啦。嘿，我阿妈顶礼拜我去甲问尔，哦，伊读过日本册，伊是公学校毕业的哦，较早因一班十九个。讲好，他个毕业出两个毕业尔，吼，因为家境的问题啦，等等因素，吼，啊，伊咧我在问空袭啦，问，哎，你讲，我得甲问讲，啊，啥物人甲恁开呢？是啥物军呐？美军啊，啥物军？伊就是安尼甲我应的，啊，所以这阿伯啊，甲要个细汉，经过七十年的洗脑了，记忆扭曲掉了，认知改变掉，变成是日本打我们。啊，他自己不觉得矛盾，伊家己讲日本啊管的，啊日本啊管的，啊个日本甲咱拍，啊两只奇怪，哦，过年放炮，你也可以当领导帮跟帮哦，看没？没吧？就是安尼啦，这个是认知错乱了，哦，认知错乱。台湾人爱解读的脑筋内底爱断的，就是一条线。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啊！今麦大面上拢甲你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这足严重诶！那你认知接错了，啊，接错了就一直错下去了。中华民国已经死了哈，恁这咱打多少看过？恁免看。我们看一下哈，中华民国其实是完全被封杀。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三，中华民国自从马英九上台了的，完全被封杀掉了。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这个东西，这个两个字，你要换成中华民国，你就可以理解了。台湾本身没有政府啦，没有什么官方机构啦，啊，没有外交关系啊，所以他说外交部他都在那个。一个官员讲，
啊，我们外交部预请美方，根本都不外交部啊。好、哦，来，只要你看到台湾哈、哦，你说把它换成中华民国，先把它换一下，你大概就这个新闻就会比较清晰的看到。来，那个本位，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好，暂停。不吧，你稍微换一下就知道了。为什么美国一直说中华民国没有主权，不想有主权？台湾不想有主权，他为什么要封杀中华民国的名称？因为中华民国本身不是一个国家。那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是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那只说台湾，台湾就是一个地理名词，所以国际在讲咱拢叫做台湾，国际在讲叫咱拢是台湾。所以你看新闻。拢讲台湾，台湾，伊袂讲 ROC， 还是台湾 ROC， 袂，伊嘛袂讲咱是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是流亡政府印出去的用的名号，只是咱台湾人讲讲，伊若要比赛，咱去参加因的队，啊，去外国比赛时阵，摕迄面旗啊，讲哦，咱是台湾，台湾安尼，来，咱个帮来。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啊、那国人家国家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家？好，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美国政府这一点其实做得太超过了，而且呢，我觉得说有一点刻意有点挑衅，而且刻意有点在这个冷却了我们现在双方急速升温的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属实，我们当然要抗议啊。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可以称中华民国？立委们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马政府之前，台湾官员可以到华府下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丽更大方出现在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美方态度的转变也给台美关系添加了不少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吗？不是啊，刚刚说那个人他说的对不对？对啦，他的国家啦。那是他的国家嘛、啊、不是我们的国家嘛。我给他一杯空诶，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你那个感情线要切断啊。不是人家在讲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要满身满心全心的投入那个他们所说的语境里面啊。因为他都把我们包在一起啊。啊，当他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当然很痛苦啊。可当他做好事的时候，做到有些美名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中华民国啊。新加坡在说诶，亚洲最贪腐的台湾政府，伊就讲台湾政府，新闻拢讲台湾政府，伊袂讲中华民国政府啊。啊，那美签哦，我们中华民国的护照呢，获得美签，100多个国家可以通行畅行无阻，我们的非常有价值。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就是咱今仔日想谈中华问题啦，哦，这是咱认知问题，那拢中国闹啊，啊，台湾嘴，讲世界拢讲我台湾人，我台湾人，其实拢中国闹啊。用到很凶的是拢亚这边机啊，这支机啊，去中国国民党甲咱骗讲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旗。即卖民进党伊嘛抱这个新珠白啊，甲咱讲，哎嘞，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了，别的国家怎么会承认你是国家？民进党已经认同这个体制啊，伊甲这个体制当作是家己的，啊，这根本就外来，你加入他的那种制度里面。然后又企图从他里面要独立出来，那、啊、你这矛盾的吗？这是外国啊，这刚才是什么世界什么运动会的时阵？哎，这就是迄落啊，较近啊，不是大声呢，伊是足近呢，翕面呢，啊，这是伫后边呢，伊这是较近啊，这人啊，啊，伊就穿迄个三太子这啊，这个人对啊。啊，这个较远啊，这个较近啊，系啊，有无？世界拢讲讲这台湾，啊，骗家讲另外个人讲啊爱台湾，有无？啊，明明这就是流氓政府的这个海军旗啊！你要上网哈、哦、，Google， 你可以记一下关键字，你打那个全球旗帜旗啊，全球旗帜也招出几个网站出来，哎，来给你介绍这支。中国海军旗啊，海军旗啊，哎呀、啊，啊，刚刚中华民国嘛，十几年的时阵改制国旗的，有无？拢穿这啊，爱台湾呐、啊。讲哦，穿这个很漂亮哎，
那不是漂亮，是因为穿的少漂亮。哇，可以出来哦！台湾人的疯狂的尖叫，哦，热血沸腾，政治炼狱的几只？满地血啊！满地血，就是光天化日也杀人啊，那啦，因为青天白日满地，光天化日也在杀人，二二八就是安尼嘛，对不对？啊，人个中国也是月亮星星镰刀半夜杀人，而且青天白光天化日杀人啊呢，有无？就这样啊，那一拍一个起哩，哦，大家叽叽叫哦。咱已经白地进来底啊！咱的情感，咱的意志，咱对台湾的疼心，今仔去在座各位嘛是对台湾真有疼心，阿伯太来才关心台湾的地位。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然后被绑在这个中华民国体制里面，稍微有一个牵扯，我们就非常的愤怒。只要想要跟中国，他们本来就想要回到中国，想要跟中国统一了，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他们党纲啊。那我们就被他牵扯的，然后就很痛苦。中毒的原因就是这个啦，你看那个民调也要让你中毒哦。民调就是说哈，那第一题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同意的请举手啊，倒票倒出来哦，你看多数的人都支持。然后中毒之后呢，再加深那个药剂量，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改变国号、建立新国家的必要性？没有必要，这种叫做维持现状啊。小英讲的维持现状就是这啊。啊，咱即卖也是拢行一条路线就翘起啊，因为咱要转去啊，啊，你规关拢对咧北转去啊，所以爱申请身份证就是从你的法律上、法理的身份，把你从这个体制里面切割出来了。你办两张身份证就证明我是本土台湾人啊，我是那个美国判决里面没有国籍的那些台湾人啊，我不是中国人啊，我不想要统一啊。我不想要回归中国啊，是你们中华民国国民这群人才要回归中国啊，是这样子的、啊，法理身份写的公职啊。我们看一下三之一，帮我找一下那个。变扑克牌那个影片，上面原理吧，不是反射，折射啦。反射是单等来，那是反射。啊，伊是透光线透过那个杯子的水，杯子本来没有水嘛，对不对？啊，伊光线透过水，因为它某一个距离的那个焦距，它因为一不要是圆的，类似放大镜啦，像球焊镜那样。啊，伊光线本来是直的，然后因为折射，就两个边交叉。所以影像会左右颠倒，好、哦，这个折射原理。而且有没有看这個？就刚才我说的关系，足大的关系哦。啊，未到最近前，就是咱的阿公阿妈，伊的时阵有看到这群人，看到日本人走，看到这群人来，开始咱的祖先，因就看到事实真相的。但是因为白色恐怖二二八，拢唔敢讲，到今仔日，啊，倒一半就是他住迄个烟枪白啊，伊些看有一挂记忆，但是因为说经过。这个教育的扭曲，所以敢那啊得病啊正病，这叫做矛盾啊。啊，咱其他后边的人就是拢规拢得罪过，咱就是透过这个水
这杯水在看事情，整个东西完全扭曲颠倒的啊，整个价值都是颠倒的。这一杯水本身它就是媒体，它就是教育体系啊。那我们对这个执政的这个政府政党，或者是这所谓的这个单位，看事情完全是价值颠倒的，相反的。所以较早不是有人一讲一句话，报纸爱倒边看，不是客观爱倒边看，但它有一些属性要相反看的。我们看另外一个，我用影片吼介绍大家一个基本的观念吼，安尼以后咱开咱建立迄种看新闻的这种吼观念嘛。来，就注意看吼。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一下，大家有看到什么东西颜色被改变了，好吧？有吗？什么会？你说那个扑克牌呢？哦，对啦，这魔术就是在变那个扑克牌的背景，伊的后边会花纹的颜色，不然红色的那变蓝色的这种的哈、哦，变成安尼。啊，除了这以外，刚刚有其他有无？刚看其他颜色被改变了，还有？不是，我要不大家看的不是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不只是四个，他说这个地方有四个颜色是改变的。有没有？你注意看哦。一开始是这样呢。有惊觉到了吗？警觉到了，有没有？他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哈、哦、宽广的画面。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ard trick. 你看哦，你看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是头前这支镜头，他都照这个扑克牌，他现在照这个人，他还照扑克牌，他照扑克牌的时候，这个人在换衫，他在镜头外面啊。他现在换个照这，啊，这个人在换衫，他在镜头外面啊。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这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今天所看的媒体、哦、都是有过滤过的啦，但是实际上、哦、我们的记忆如果没那么长、哦、他回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今天第一个镜头在看的那个扑克牌就是主要的焦点，但是他在看到焦点的时候同时在转移焦点，所以今天的媒体你如果看报很久的、哦、你会知道可能后面有很大的事了，伊一直报迄件代志，哎，件代志甲咱人民拢无关一个，也请伊过身去啊！伊较早偌厉害，偌高唱歌，偌高演戏，拢甲咱台湾人无关系啦。啊，到底他来遮蔽什么东西啊？后面到底有什么国际新闻在发生？
台湾人对这个一点知觉都没有啊！啊，镜头让你看到都看到那种了，黄色小鸭都有，都大只哦，都水哦，我去看黑哦，不是讲看黑唔好啦，合家欢都真好啦。但是刚刚动作一种奴隶式的那种消费行为啊，黄色小鸭看看啊，看到变姜母鸭，啊，拢还看这种诶，看队伍好食诶，队伍好佚佗诶。外国本用拢拍起来，咱拢唔知啊。所以，人吼一寡影片、一寡观念，互大家帮助大家，会当倒转去厝里。你若看新闻的时阵，看这种你有敏感度，爱会晓看。啊，你若看会出来，表示讲，咱即摆头壳慢慢啊拍开啊。而且今仔日的演讲，主要是人大家觉醒、唤醒大家对咱。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这种的那个认知有一个种更新的那种看见，也帮助我们哦，帮助咱亲人朋友，会当赶紧唤醒、觉醒起来，卖去做中华民国的国民，爱来做本土台湾人。多谢大家。